哇，我愿意啊！嗯，这个天一磨磨的，放多了骨头里面都冷。等我杀起来就暖和了。哇！嗯，好暖和，只是可惜只能拿到手啊。 再给你拿点绳子。哇，谢谢，好难过。我去趟表哥家，表哥家还有一些柴火蛮拼的，去帮他一下。哦，那你鱼带去，刚好下了这么大下雨啊，没人淋湿了。没事，我看鱼已经停了。哦，对，那保温杯里有那个刚倒的开水，你记得喝。啊，好嘞。好好好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哎，你中午回不回来吃饭？不用等我，我等下可能在上面吃。 哦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路有点刮了哈。哦，好的。龙，你表哥是不要的？我去化验了，我有点事情。搿种表哥是得闲的啊。啊，有事情我去化验。 好嘞，啊，搿么那你来敲头的呀？哦，好个，你从哪里头哎？嗯，老爸，哎，电能车给的家里麻烦啊。哎，往边一点点。哎，一点点。啊，一边点，这边一边。这边。啊。越风都是温暖是吧？ 放咖喱些，伢伢凉呀，都是的哈。好，谢谢用了吧？用了。啊，用了。喂，那个，啊，再见。哦。那中午烧个面吃吃是好了。母鸡，母鸡，借我你的鸡蛋。谢谢啦。锅里放一点油。我就我就我就可以的。 先把蛋捞出来，先把蟹黄素洗一下，再切一点蒜末。好了，剩的那些炒，先把蟹黄子倒进去，再把蒜末也放进去，再放一把盐，放一点酱油，放一点蚝油，再放一滴香油，再放一点白糖。好了，再把红包蛋放下去。 再把肉丝放进去，再放面条。好了，焖5分钟就可以了。好喽，去装出来吃。哎呀，再把鸡蛋放进去，再炒一点葱瓜。也不知道吴建宇吃了没有，剩下给他漏到这里。就是。 哎呀喂，哇，看起来有点下一面了。罗子，哎，我买了个好东西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猜。哇，暖气。给我，我放在这里。你怎么会买这个东西？你去住哪里？我刚刚去镇上转了一下，看见这东西挺好的，我就买来了。有了这个以后，人就不会被淹到了。 手也能烤到，脚也能烤到，哎！哇，今天好暖和啊！你要上上都暖和，是不是好贵啊？好用就好了，这没几块钱。你快吃，面都坨掉了。这个是焖面，本来是这样的，但不会煮掉了呀。哎，你吃了没有啊？别想本来留我吃了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孤单，我回来陪你一起吃。我都知道你没事，我过去给你留起来了。哦、我给你抓。啊，那谢谢。没事。